迎收看 Web TV。网络大明星，大家好，我是编舞王洪恩，我是罗文玉。后面这两位一定要我介绍。我觉得今天有点来到圆明台的感觉。真的吗？直接由圆明会的主委。好的，好。我们欢迎贝壳鱼古老。在部落，不要说在部落。在我们一般平地人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有名气、超级网红啊！对啊，他们的团体叫“再不疯狂就等死”，光这个标题就已经吓死人。那天派出两位比较弱的，不是比较厉害在唱歌这方面的，像贝壳鱼，以前我在看他的影片，哇，他的影片可以六七百万人，不简单。翻唱《小苹果》，这里就很多人在看。刚开始到现在，其实这是一个很像一场梦啊，我觉得。Okay. 对，因为。从小本来就一直很想要走这一行路、okay.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但是到网络开始崛起的时候，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觉得哦，这真的像梦一场。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贝壳鱼现场实力怎么样。事到如今你不肯亲我，一听就是有海的那个盐巴的感觉。没有没有，今天状况没有很好，鼻音比较重。很讨厌，真的没有很好，奇怪，原罪标了很多高音，谦卑到让人家觉得很讨厌。哇塞，古浪，你本身我听到你唱歌，让我有点吓到。怎么说？就是反差很大。Ladies and gentlemen。我们没有三两三，怎么可以上这个车呢？对，今天来唱一首别人的歌，陶喆的《黑色柳丁》。我的却不满无语，所有焦距被上光盘留自己。一首，我看你不过是佣兵，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听古拉唱歌好爽，而且听我弹吉他，我自己也觉得蛮爽的。你刚刚太激动，有点激动，一直敲到我的头，要不要重播？我好几次在闪你的那个。对你讲一下好了，你本身是因为要歌唱，但没有机会才跑去演戏，还是怎么样？当初也是因为上来台北，也是想要朝歌唱这方面发展，可是后来发现颜值好像不够高。你的前辈也不是靠颜值走到如今的，我不想靠，但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得。我很羡慕那个洪恩哥，哇，居然可以，这个新人不错，这个新人不错。然后呢，就去演戏，磨练一些不同的才华嘛，想说走不一样的风格嘛，对不对？试看看，搞不好演戏这边起来了，我就可以回头做我的音乐了。对，谁说一定要坚持一条路？有时候就是旁敲侧击，哦，难免。我手上有这个便条纸，就在古拉的脸上。尽量贴，可能有十张，考验肺活量，看你把这个贴上去的吹下来几张，你吹越多张，代表打歌的秒数就越多。我觉得会很轻松。哇，我今天脸有点油。喂，是油。你看，已经掉了，已经掉了。吹吹又吹出感情来，这样。三二一，哟。耶耶。好，最后五秒。五四。吹下面。三。一哇，这张太黏，九张哎，这张是被油黏住吧？这张，我觉得它有可能成为 KTV 男女对唱的热门单曲哦。那就好好来展现你们一下这首歌，好，好，歌名叫做是《天蝎》。天蝎的爱情就是那么偏激，误伤了自己，才敢去谈爱情。
捅过我后脑勺，被你敲几下了。哇第一次我开车这么贴近方向盘，对，我特别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搭配起来，真的有一点会让我想起当初的神木雨桐的感觉。虽然神木雨桐已经解散了，但感觉又多了一个新的那个神木神木、啊，我们就来一个默契考验了，牛张与槟榔好了。好，他们现在各自耳朵里面都听了非常大的音量的歌曲。然后我们现在贝壳仪呢，先唱歌，然后上句，然后呢，古拉就接下一句，看他们有没有默契，可以接到是同一首歌。《千年之恋》有《不甘》，还有《告白气球》。OK， 哇，这三首。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好 ，OK。让我们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不是。再一次，错，再一次，再一次。海风一直眷恋着沙，拖过我心脏的枝桠和我的白发。男女对唱，哦，经典国歌，最能够表现他们好不好？肺活量，屋顶啊，屋顶啊，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平凡的几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梦有你而美。哇，你在嘴打架，我觉得有一点错呢，证明是 live。证明没练过，对，也证明你们的歌声真的好，真的太棒了，听，好不好？对，今天呢，节目最后呢，我想你们有带小礼物要给大家。我们今天带这个我们的有签名的小卡贴，然后可以贴在悠悠卡。哦，这大小就是悠悠卡的大小。对对，我们抽奖要抽十位，那我们的题目是。知道我们的新歌叫什么名字吗？哦，就刚刚唱的那个男女对象嘛，屋顶嘛，对不对？对对，屋顶不是啦，不是屋顶，家里难免会有一种动物会爬来爬去。那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呢，在这个影片下方可以留言，然后呢分享这个影片，我们有十位，而且呢他们的新歌请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得到 ，YouTube 也可以去找到他们的歌，这首贴。哦，不能讲，哦，不能，哦，没关系，这首 OK 好，很好听，很好听，真的。那我们今天谢谢再不疯狂就真实的其中两位贝壳仪还有古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 Love 的平台同步播出。Yes， 让我们 Web TV 网罗大明星成功。